重如宝。如宝不清楚他的出身，授业学习于川的觉化寺，今浙江吴兴县。他听说古代大德有以一生的功德回向往生净土的，因此建立义士供给大众僧沐浴。如此经过20年之后，又建立西方阿弥陀佛圣像，誓愿求生极乐净土。年81岁时替大众饮茶道别，此时突然听到一阵钟声响起，大众正在惊异的时候，如宝及结跏趺坐恭敬合掌，面向西方专注凝望而往生。选自佛祖统记。这位如宝法师呢，也是从浙江那里开始记录的啊，是了解他的。那么呢，他呀，这里边特别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他行善的助人的一个方法啊，那就是呀，建立浴室啊，帮助那些大众僧人啊沐浴。因为在古代这个沐浴啊不容易啊，洗澡啊不容易，不像我们现在呢比较容易说洗澡就洗澡了以前呢这些洗澡设备啊没有简陋，那么专门建立浴室供大众僧人呀洗浴那显然浴生的功德也都是回向净土的往生净土的从这一点人家做了多少呢？二十年坚持不懈这一点我们要学习我们往生净土不光是呀念佛做功课也要学习明白佛理，另外呢要行善助人积累往生西方净土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现在给人做浴室人家不见得能来了为什么？人家现在各家可能都有了很方便了那么呢我们呀量力而为，实事求是只要做出为众生服务的事情利人的事情无论大小，这就是善这就是善我们从小做，从日行一善开始做不要等到以后再做，现在立即就做，有条件我们多做一点，没条件我们少做一点不要紧，就是心里边我们有这种概念，就是去利人，就是助人，就是帮助别人无论大小，不论时间地点量力而为有这种心我们这一辈子持续的去做吧做一做呢，自自然然呀把善根福德因缘呀慢慢就增长具足了如果法师呢同样建立西方阿弥陀佛圣像，誓愿求生极乐净土显然呀他也是念佛这些功课这里边没有太特别介绍了。那么到了81岁临往生之前呢他请大众来喝茶饮茶道别开了茶话会显然呀预知失职了
啊，预知时至了啊，做好一切准备，和这些道友们啊告告别啊。你看人家如宝法师呢啊，就是请大众喝茶啊，没有要求大家帮他念佛，人家自己有把握呀，有把握啊。喝茶的中间呢，就听见一阵钟声响起啊，大家呢还莫名其妙呢啊，这钟声从哪来的呢？还找着呢啊，人家如宝法师解夫啊，解夫座恭敬合掌，面向西方，专注凝望而往生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呀也是靠一辈子的功夫成熟往生净土的功夫啊，成就往生净土的功德呀啊，成就往生西方啊，在哪里呢啊？我们看了这么多术师，无非呢一个就是功课啊，一个呢就是呀学习佛理啊，理解感悟佛理，还有一个呢啊，无非就是行善啊，落实在那些微细的行善上啊，一善一善的完成啊，无非啊就是这些，离不开这些啊，离不开这些啊。所以我们总结了祖师们往生净土啊，他的功夫所在啊，我们呀就是坚持功课，坚持学习，坚持行善实践吧啊，没错啊，把这三个方面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做他一辈子啊，那么往生净土的功夫呀一定能够成熟的。宋显超，显超山东亳州人，承受金总持三藏法师的传法，持诵慧济金刚咒法，嫉妒病人，解除怨业，总计所得的布施有50,000，全部捐入永寿寺常住。后来在病中见到佛菩萨前来迎接，莲花遍满虚空，歌声音乐渐杂的演奏，弟子们恳切的哀求，希望他能够继续住世，救度苦难的众生。然后净土的瑞相渐渐地隐没消失，因此又住世15年，持咒救人。有一天忽然听到天乐，闻到异香，阿弥陀佛以及清净圣众都显现在虚空当中，接着就面向西方端坐往生。选自佛祖统计。显超法师呢他也是依善知识传法啊，传法。那么他最大特点呢就是持诵慧济金刚咒啊，救度病人，解除冤业啊。这个呀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呀冤业太多了啊，因为杀生啊，造作种种的恶业，我们呢啊这个恶业太多了啊，冤业太多了，我们现在必须啊自己去忏悔，自己读诵地藏经去超度
依靠的是佛力啊，佛力啊。我们现在在像过去那样啊，让显超法师来为大众念诵会集金刚咒啊，实在是弄不过来了啊。为什么呢？现在人人冤业无穷呀，人人纠缠无数呀，负担太重了啊，太重了啊。所以我们呢，把我们每个人造作恶业的原理说清楚啊，把佛理讲明白，把方法向大家呀介绍啊，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自己啊要守戒啊，要断恶修善啊，要坚持功课，化解冤仇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普罗大众人人都能够呀啊，慢慢从病苦啊，从恶浊摆脱出来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点啊，在西求呀啊某位法师出来帮我们救度啊，救度不过来了啊，救度不过来了。你想想我们现在啊得癌症的人多少呢啊，我们中国现在统计有13亿人，如果有10%得了癌症，那就是1/3啊，如果有20%的人得了癌症啊，那就是2亿6啊。啊，现在如果有一位法师说能解决，那一天啊我们不睡觉了啊，一天咱们解决他个100人吧。那一年也不过是36000啊，10年也不过是个36万啊，那100年呢也不过是300来万啊，和我们现在得病的人口相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弄不过来了啊！靠个人的力量已经弄不过来了啊！一定啊，要普遍的把因果原理告诉大家，教育大家啊！我们人人呀、啊，都断除冤业啊，断除恶业，不造恶果啊！这样呢，我们自己保护自己啊，自己解脱自己，这个呀再快不过的了啊，再快不过啊，何况现在人的恶业这么样子的重啊，说实在话谁也受不了。那么显超法师啊做这些事情，立众的事情啊，得到了布施呢，也都全部捐入寺院常住了啊，没有为自己啊，没有把佛卖了啊，没有贩卖佛法啊，我们用佛法救度大众，我们在里边起了作用了。但是呀，真正起作用的是谁呢？是佛呀，是菩萨呀。啊，我们不能因为救度了大众，我们就贩卖开佛法啊，把得的钱呢变成自己的了啊，这是最要不得的啊，最要不得的。那么后来得病了，就见到佛菩萨前来迎接，莲花呢遍满虚空啊，音乐啊，嗯，间杂的演奏
说明啊，他敬业成熟，净土成就了啊。那么为什么他成就呢？啊，这里边说实在话啊，就在于他呀发菩提心啊，普遍的用佛法救度众生了啊。那么他自己修持呢，这里边没有特别的说啊，但是前面第一句我就说了啊，他承受了金总持三藏法师的传法啊，他呀啊自己修行修正一定也是有成的啊，一定有成，只不过这里边没有介绍而已啊，特别的着重的提出来他如何呀度众啊，如何帮助众生啊。我们提倡我们同修们在前五年啊，前三五年啊，以自修为主啊，打好基础，功课呢是最重要的啊，第一位的。但是呢，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行善啊，从日行一善开始锻炼自己，从自私自利，从啊全部为自己着想，逐渐呀啊多为别人着想，多为大众着想啊，慢慢的熏陶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啊，慢慢改变这些。那么呢，逐渐的啊，如果我们有了五年的功夫了啊，身心转变了，慢慢我们也要转变啊，我们呢重点就要为众生服务了啊，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用我们掌握的方法啊，能够呀最大限度的利益众生，能够呢啊更长久的普遍的利益众生啊，这要开始行菩萨道啊，以帮助众生为重点啊，为重点啊。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同样不能忘了功课，忘了学习啊，这个呢依然要坚持啊，这是我们每天最基础的修持啊，不能忘掉啊。但是呢，重心慢慢就往度众生这个方向转移了啊，转移了。那么基础打好啊，我们又能用更多的时间发菩提心普度众生啊，将来啊啊我们一定能够上品往生啊，一定能够啊成就啊更高级的果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子们恳切的哀求啊，请他注视啊，请他度生啊，那么他同意了啊，这些莲花瑞相啊慢慢就隐没消失了啊，佛菩萨呢啊先回去了啊，先回去了。那么他又注视了十五年啊，继续啊啊持咒救人啊，等到有一天忽然啊又来了啊，西方这些天月异象又来了啊，阿弥陀佛以及清净圣众又来了啊，那么他呢啊面向西方端坐往生。那么从这一点啊，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呀他第一次净土成就的时候，佛来接他啊，这个时候他呀啊往生西方的这个资格已经具备了啊，到西方的这张船票已经拿到手了，是不是说他就立即走了呢？啊，他虽然
啊，大众恳切邀请，那么他呢啊继续做事，啊，用他现有的所有的条件继续啊救度众生，啊，继续度人，继续修持，啊，又度了数年，然后就又到西方了，啊，我们经常发愿往生西方之后都会说啊，将来啊我们成愿再来继续救度众生啊。那么我们同学们啊要知道，我们现在修行啊要尽快的具备往生净土的资格，其他的时间呢啊就是呀用佛法普遍的度众生啊，使我们呢提高啊自己的能力，多做救度众生的功德啊，使我们往生净土呢品位提高啊，使我们的国位增长啊。我们即使现在已经走了，我们发愿还要来啊，到那时候呢啊我们还得呀 啊投胎还得有过程呀啊，何不趁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往生的资格了，对佛法有了了解了，对救度众生呢掌握了啊很多的技巧能力了啊，我们现在一边修一边度人啊，这不是这么好的事情吗？何必啊要着急走呢？何必啊要等到以后再来再救呢？啊，就像显超法师这样啊，我们一边修一边呀啊随缘度众，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众有开，有开不清楚他的出身，居住在川，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吴兴县的千步寺，专修净土法门，日夜从不忘失往生净土的信愿。在某年元旦时，忽然请大众念佛诵经，送到西方世界时就闭目往生。摘自佛祖统计。啊，有开法师呢啊，同样啊也是从浙江千步寺这里开始大家了解他的啊，有了记录。那么有开法师是专修净土法门啊，日夜从不忘失往生净土的心愿啊，这是他的特点。我们大家呀啊也行善，也做功课啊，也学习佛理啊，做这么多的事情，做这么多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啊是要到西方啊啊。如果我们没有信愿，没有坚定的信愿，恳切的信愿啊，我们无论做多么大的功德，明白了多少的道理，做了多少的功课，到时候我们可能去不了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想去啊，啊产生了这些力量它没有指向西方啊，啊没有指向西方我们怎么去啊？即使有能力，即使具备资格啊，即使呀功夫纯熟，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啊啊往生西方的信愿，那么往生西方呀就不容易啊，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啊要至诚恳切的呀，要发愿啊，要意念啊，一定要去西方。平时所做的功夫啊，我们都要转变，都要往西方净土那里转啊。就好像什么呢啊，就好像有无数的呀啊轮子，小轮子啊，都在往前啊，一辆车啊，有无数小轮子，要想往西方去走，那么呢我们呀就在走的过程中间要把每一个小轮子都要给它转变了，调整过来往西去啊，不要往东，不要往南，不要往北，不要往西啊，每一个小环节，每一个呀啊小内容我们都给它调整，最后所有的轮子都转向西方了，慢慢啊啊我们都是整体的力量往西了啊，最终呢那一定到西方。怕就怕在什么呢啊，嘴上到西方，实质上呢啊很多小轮子都不知啊往南还是往东还是往北，这样的话往生西方就有难处了啊，就困难啊，难呀难在这啊，一定要在平时把我们所有的身口意每一件小事儿上扭转它啊，转变它，这个才对啊。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明下一次我们再接着学习，谢谢大家。